捉老鬼的迷魂术果然有用，照这进度来看，不用到子时就可以完事了。咦，有人来了，这时候不该有人会来这里的，难道是？果然是在这里。啊？那是蚩尤的头骨。诸圣不像那上一名幻阵。原来是为了要征伐冥符来此挖掘，我只当幻幽谷的妖气是自然天成，原来蚩尤的骨骸就埋在这里，这倒令人意想不到了。本座海盗是谁？原来又是你们这批小子！哼，连这等大事你们都敢来捣乱，今日要叫你们来得去。来得了去不得，先打发了这些闲杂人等，再痛痛快快的送你们上西天。都给我出来吧！就打，何必对着这么多许多的无辜百姓下毒手？他们没事，只是被妖术弄晕了而已。不过若我们听了当阴为所欲为，那可就很难说了。哼，岂能让他得逞？先让俺先劈这个老怪物几刀再说。那是当然，上官兄，仙羽前辈，我们上。啊，这边剧情就是这么短。哦，他很强哦，你基本上这边是无法上他分毫的。然后这个迷幻之阵啊，我每一次都没办法把让他施展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把这招让他施出来？这到底怎么让他放啊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放过这一招。好，这关应该没什么重点，有什么重点吗？这关就是拿紫韵金玉。没了，然后玄机倒卷啊，大概就这几个，剩下的，这个是玄魔刻印，第九目，剩下的要拿什么？隐藏宝物主要是紫韵、金韵这个要拿了，其他都还好。然后打雨妹会有一些东西，好，就这样。什么？有谁来了？今晚可真是热闹啊！好强的妖气！听说原来十里之外就听到此地妖光冲天，这何方妖孽在此作怪？哎，来了位和尚老兄啊！不过怎么打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？那是来自东海倭国的周游人。我曾遇过一两次，他们多半另有一身武艺，有的还精通降魔咒术，是相当厉害的角色。原来如此，这位大师，晚辈一行正与妖人交战，若你不想卷入战端，便请先退避一下，退避一下如何？阿弥陀佛，施主客气了，除妖降魔。乃我佛门弟子天职，贫僧焉有退避之力？大师愿意助拳，那战事再好不过了。只是敌人凶狠，还望大师多加小心。多谢施主的好意，贫僧明白。妖孽，今日叫你知道我密宗降魔术的厉害。
多一个来送死的也没啥差别，今日可要见见东洋修道真的本领，来吧。呀，不跟小万这硬啊，人家一出场是25等呢。你看我们主角才21，你最高也才23，人家初登场就25等了嘞，我们在嫌弃真硬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对不对？好啦，继续。天使已至，是荒之魂，尽集于此。明神天破，反明将士。明夜沙迦摩底多。阿弥陀佛，好重的妖气！诸位施主，这妖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话说来可长了，糟了！大应在施妖法，引放蚩尤古海的邪力，只怕此力之威略不可当。待我快移到左手大石之后躲避。知道了。嘿嘿嘿，你们也知道厉害吗？你若打你也不在起。好邪的妖物，看我的！那道光华是方才明真见那朱红金石内蕴无放邪气，此是可谓可怖的妖邪法宝，于是自作主张以我密宗破魔金刚主将之破去，没想到居然一举成功。这边有个故事哈，在2019年7月的时候，我在录这段的时候啊，我当下是念破处金刚曲，金刚杵，我那时候念成破处，啊，没事，然后就这样。大和尚厉害的紧，佩服佩服。听说破魔金刚杵，侦破鬼道妖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红色金石妖力虽强，却难当其锋。真巧真巧，本座发掘这魂经原本就是为了释放困缚其中的蚩尤魂魄，凑巧被你们不知就里打破，如今魂魄已然散入天地，正好省了之后的一番功夫，看来得好好谢谢这位高僧才行。难道说裴真是帮了倒忙？大事不用急，见人一笑，功于心计，上他们的当原是常有之事。这和尚自己多此一举，你们倒怪到我头上来了。也罢，魂经既破，此行可说是以大功告成，今日就暂且先放你们一马，咱们后会有期啦。站住！别逃！风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发冷。身子不适的话，就别勉强啊。对不起，我想我是真的有点累了。诸位，反正敌方已然得手。留在这里也没有用，我们不妨先回城里休息好了。自那朱红金石破散之后，此地的妖气也淡了许多，我想明城妖法在天亮后就会自解，暂且让这些居民在此睡一下好了。这位大师，多谢你刚才的相助之恩，若将来还有机会联手共战，届时还请大师多加关照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施主，裴行正现下有意不请之情，还望你能答应。
不知大师有何指教。刚才凭着自作主张，以降魔金刚主击破了朱红金丝，正好遂了妖人之意。虽说此事是出人意料，但凭着你责无旁贷。这样吧，之后凭着就和诸位同出共进，直到妖人扶助，事情圆满解决为止。不知施主意味如何？大师，这太委屈你了。凭着身为出家人，跟着各位必有诸多不便，但贫僧心意已决，希望施主一行能够成全贫僧此愿。大师是为国远来中途，想必是身负四中要务，如此跟着我东奔西跑，可是妥当？这倒好说。师尊言道，贫僧杀性太旺，恶根未除，若乃中途佛事清修，或可修成正果。因此由师尊刘叔推荐，来投附近的灵觉寺。贫僧虽想趁此机会精研中途佛经，但既有妖人祸乱中途，除面皮等才是当务之急，略经修法倒不计在一时了。大师一番美意，在下是恭敬不如从命的，敢问大师尊名法号？多谢施主成全，贫僧法号真印，今后就请诸位多多指教了。大师客气了，现在风姑娘身体不适，咱们先回城内歇息如何？本是该当如此，然而刚才那妖人虽用遁影之术逃走，想是逃得不远之故，此刻还能察觉他妖气的去向，如果要追的话，趁现在追应该还来得及。虽是如此，但应大哥这回若让他逃走，以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再遇上他们，机会可失，咱们快追便是。可是你的身子，殷大哥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我心领了，但眼下还是先追敌人要紧。这殷大师，这就请你带路。嗯，跟我来。OK， 我们还是回到城里。哇，哪有人强迫要入我们一队的啊？你不知道大家都不想要你加入吗？欸好，这集就是这样子了。